和老人家说话要用静音，懂吗？我妹妹在休息，如果你们不懂什么叫安静的话，我来教。哥哥，我没事，你不需要和他们起争执。外面风大，赶紧进去吧。好帅啊！姓名：银氏、银霄。如果你们还要继续上船找人的话，麻烦请尽量安静。不必了，我相信这是个误会。那咱们后会有期。外面还有这样的人啊。